幸会去年嫁给崔泰俊，相隔四个月后产下宝宝，女神也时不时在社群上分享生活。最近刚好结婚满一周年，被网友捕捉到小两口到夏威夷度假。照片中，朴信惠一下自拍，一下又甜躺老公肩膀，两人感情超级甜蜜。拍到他们的网友激动表示，见到本人差点哭出来。女神不仅跟他说拜拜，还主动握手，是个性非常谦虚又洒脱的女明星。还赞朴信惠很美，崔泰俊也很帅，两人真的很配。鲜少晒恩爱的他们，私下甜蜜日常被网友捕捉，让大票粉丝都喊看完他们的互动，真的恋爱了。希望他们之后能常常放闪啊！